Today, I'm Panda's youth reporter, and my name is Luciana. Nice to meet you.我叫宋林娟，来自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曲艺团的一名青年演员。我从15岁就开始学习四川青音，应该也有接触青音十几年了。你好，你是宋老师吗？对。啊，今天我回来学习，你可以教我？可以呀，可以呀。这个地方就是一会儿我们要换的服装，然后今天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化妆。青音的化妆它会比生活妆还要浓一点，因为它是在舞台上去呈现。装束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衣服来进行变换，我们也会有相当于现在的配色，所以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衣服的颜色来调我们的口红或者眼影部分。这都是青音的服装旗袍，然后有一些古典风格的，会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一下。它是绸缎，加了很多亮晶晶的，很闪，不灵不灵的。你喜欢哪一件？哪个？我都喜欢。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把衣服换好了，你的服装还要更传统一点，但我们俩都是中国风古典的那种感觉。你的衣服要淡一点，你就涂一个淡淡的口红。这个是紫檀木，用来敲击声音。然后右手是竹骨，它是楠竹，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所以声音。拿薄的这一面，然后握住中间，敲着后面。右手要放松，因为我们要让它弹。你看一下就找到了，你很有天赋。表演的时候一般都用兰花指，然后摊开，然后盖住。对，夫妻肺片儿，川贝凉粉儿，海椒，海椒，花椒，花椒，葱蒜姜，葱蒜姜，辣粉儿，辣粉儿，又辣粉儿。对。传统的表演都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接下来我就带你在舞台上，我们一起去实践一下吧。来吧。白毛儿戴头上，白围腰，白衣裳，锅铲拿在手，敲的那个响叮当。你看他会做。So I'm really happy that I can also like know more about the culture and can experience by myself and try to play all the instruments. Like when it's about music and performance, you can just feel it and watch it. It doesn't have any issue about communication. Lucy 很可爱，很适合唱我们的四川青音，而且她今天也学得非常快，也非常有天赋。他也对我们的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2008年，四川青音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开心。我觉得我能把我们的非遗传播给我们国际友人，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的事情。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更多人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